抢救计划，这一次又有特别的安排。我们所锁定的对象 City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顺子。而为了让计划的内容更加麻辣，另外我们也请来了蹦恰恰、探石头家族、共襄盛举，一项惊天地、泣鬼神的阴谋即将展开。那我们咱即个就是讲吼，要有圣哥一个 spy 就对啊。伊遐干脑壳，有办法啦，绝对有办法啦。啊，咱阮店公司平时已经叫人去过啊，啊，即马等伊出去以后无吼，因为锁匙咱遮有嘛，嘿，啊，到时阵咱就去公司，家己物件拢搬走。哦。啊，伊暗时啊通过转来以后，就足好耍个啊。等于是说，伊个他掉石头就对。对。为什么不去加拿大绑架他的老婆？对啊，拿绑回来，我要回来让他一个惊喜。哎哎，阿个，一个笼子哦，上去摄影棚。嗯。然后那从加拿大寄回来礼物给你。嗯。跳龟爱摸，跳钢跳的钢管舞啊！啊！安尼，咱这个就先问看卖啊，吼，问看卖看伊打造袂。经过埋伏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回报之后，我们得知顺子已经离开公司。而公司的备用钥匙马国碧也早就拿到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马上开始行动。胖哥，我才刚领完10万块的红包呢。你不讲吗？紧哦，一切后果我承担。真的哦，我不用换到别的家族去了哦。你自己前去给家开了，少啰嗦。嗯，还好有胖哥在。确定他现在不会回来哦？不会，他现在在录影。录影。哎，啊，来。只要看到石头就可以搬了哈！来，排队，放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你也无镜头，手哈，给咱一个镜头。七，反正这边哈就是石头家族平常顺子办公的地方。哎，碰我，嗯，哎，九头刚几条了？啊，我要搬这来。你给我站好，你给我站好。你问这个是什么鸟问题？什么搬这九头过来的？有看到中搬？这里是许孝顺石头家族的办公室，但是有一天，靠你啊！说话，你还没想过啊？石头刚几条了？啊，我要搬这来。你给我站好，你给我站好。你问这个是什么鸟问题？什么搬这石头过来的？有看到中搬？预备，开始。开始行动之后，工作人员也在顺子公司里装设针孔摄影机，准备拍摄顺子回来之后，世纪大错愕。动手。能搬的就搬。
要拿吗？这五爷人头啊，拿走。真的？嗯，拿了。都原谅我一个也不留。你看，卖东西该一般双下巴，啊，家己拿去高中生的造型，演到。这样。赞赞，这是不公平啊！不，无啦，胖哥，啊，这车无你引导的呢。喂，过来，这嘛不爱坐电话。哦，这样呢，我坐都多好，像手机安尼看电视。来，各位，这组欢迎阮到。来来啊！不是搬，我搬这个。我可以搬过去到。经过短短的一个钟头，我们已经将石头家族的办公室彻底摧毁 ，Everburn 是彻底改造。只要是看得到的，我们通通不放过。朋友啊，尊公令呢，想要搬厝，会使卡机给您白林苗叔叔叫伊电话，我有专人来替你服务哦。啊，规间搬个空空，对啊，对，那就对了。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开搬家公司。好，重点是一位诚信可靠。好，时间。嗯，顺哥哪时候回来？录影差不多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啦。差不多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咱先眯在一边啊，哦，看伊什么到底什么样的反应，什么样的表情。好，撤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顺子也上完通告回到了公司，同时碰狗也带着石头家族和工作人员躲在一旁观看，精彩好戏即将上演。真笑诶！是搬位，怎么弄搬？怎么搬位？
在变，叫咩变啊？对吧？公司变个变的，公司刚恁问个迄个，遐公司是？没有啊。那是不可能啊！如果说真的东西被变了，那一定是保全公司一定会来人啊！他一定你没有卡，你没有什么东西，你进来一定有问题。对啊，保全是。那、啊、你那个所有的卡，所有的人呢？你要不要打电话问孟璇他们、Kevin 他们，那个卡到底放在哪里？报告。哎。东西被拿光了。公司在整修吧。公司在整修，被直接被叫死。不是。我们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、啊，靠腰我摸你，被偷。对啊，东西被拿光光。就这样全部拿光光。拿光光啊，拿得一干二净。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要报警啊。报警啊？没有，连电话都没有，我就打电话。因为一定是对方是有遥控器跟那个插卡，要死还有谁有？所以被破坏。这有你啊。我讲你报警其实你先去问尔，你无先你就问你两个，你嘛无效啊。或是你。你有没有？你看你是什么兄弟？你着什么人？我是兄弟，恁爸会找我。还是人要来见？我打算要给那个乌鸡乌蛋蛋。还是你们这次通告以后，都是哪个所有单位？打着石头家族名号处理控。来这套，但是你若搞出歹听，我告诉你啊，有闲拢照原版播出。真个假个？
无啦。我加料诶，无要加料。剪掉，剪掉，通通。你搅麻杏打，还是做人搅麻杏打给他？我都在，我没有，我其实我一开始我就在想了。一起科室啊。马氏啊。